雅具，你好像说吃蓝鳍金枪鱼可以补充脑细胞，算了，按照我这种这不怎么补都没用。我确实有点想吃鱼，鱼好吃耶。想笑？怎么就想笑？哦，还真站这里。 这头玩这么变态的，被我猜到，我没去收那个草。果然还是无脑英雄好玩，这种便宜的。剑魔这种要操作的不太好玩。 发问号耶！你死了，整天给我发问号干嘛？你别来事，我没让你来。我操，讲不听的。 不是 W 的问题。啊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啊，你没错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等着先过来吧。而且他上了蛇舞技能也 CD 也怎么打呀？不知道 CD 好了还是没好，反正我没学 W， 我上不去。你跟巨魔战斗，那人家不弄你。 他学E可能我会死。他不学柱子的，他学 Q 跟 W 的。
又不让我回家，难道我不回了？应该等 W 结束我再开刀会好一点。明天得剪指甲，多少刀剑？ 好恐怖啊！真恐怖啊！操！英雄无脑，老英雄都无脑，老英雄都强。他就 A L 啥操作都不要，简单快捷。 故意的往上闪，这一下不闪出来我就死了，因为我没技能。中路一级 A 好像还真没什么东西打得过的。 回家黑切去。黑切吧，这把抽黑切吧。怎么这五个金钻？这男枪是中路，他不是打野吗？这男枪是中路，我现在才看见，那他。 他怎么这么抓我呀？什么意思？斗鱼点等我出黑切，确实我该改名，黑切好像会利他一点。 这波就应该看得出来黑切的伤害，永恩打剑魔太容易。我在想以后打永恩是不是也可以出黑切，出黑切实力快一点。打永恩也不能出那个铁丝巨魔拉扯自己，他不想活了。他就玩莽的，你们下次碰到这种跟你玩莽的，什么诺手带个点燃，往后带个点燃这种，他就跟你莽的。 他就是跟你一波all in到底的，不跟你玩拉扯，伤害惯死。他玩无脑，你不能有无脑，你这英雄要操作，要有距离感。
我是真喜欢出黑切，伤害高。以前提亚马特那个时候也是，根本不缺伤害，你出个黑切，我操，抓着对面嘎嘎砍。 我操，这出装，呵呵，你们还想起来这是什么出装不？把这个图标换一下，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个图标换一下，能懂不？把这图标换一下，懂了都懂。这套出装是剑魔伤害最高的装备，就容错率也高，打人也分。 他在破甲，多段伤害，CD 也高，伤害也高，然后也没什么缺点，当时也有遗书，回不去了已经，爷青回，<笑>这出装还真有说法了。 哇操！人头被 K 了，看吧，伤害是肯定有的，贼痛，少了可雪那一下那一口。我觉得你要是以前出贪欲，贪欲那一下那一口跟可雪差不多的，我觉得。是你吗？是我，我回来了，大家好。 你还别说，台主的游戏理解一直都挺领先的。有没有人还记得长剑三红的？长剑三红最远古的 S 9这台主就开始在玩长剑三红。长剑三红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跟着他呀。 这都不是，小心，拜拜。拜。啊！哎，没办法。 这难枪太烦，三井，你想打篮球吗？你也想打篮球是吧？三井，如果移速没这么快，我还真就这么出了。如果现在的装备移速没这么快这么出，应该就是剑魔最厉害的装备了。有 AOE， 有破甲，有移速，有护甲，然后第三件再搞个影魔刀，我操，怎么那么强啊？这出装。 但是唯一就是你这样出，你有可能追不上。如果对面是打野是什么莉莉娅，上单是个什么那种，剑姬，然后中单再来个什么那种，什么亚索啊、阿卡丽啊这种，追都追不到，或者妖姬根本打不到人。然后下路就不用说了，下路来个泽利，血压直接就上来了，我操，跑的狗一样快。战士为什么没落了？就是因为移速不行，知道吧？ 但是真不行，但是对于国服来讲，逆版本无所谓。
国服他玩的游戏不一样，绝活比较多。哎，为啥不戳十五？十五又没伤害。你们觉得十五打人很痛吗？他没伤害。我发现你们好像挺喜欢十五的装备。我以前玩提亚马特那个版本，我也一直不出十五。我那时候出贪欲，很多建模以前的标准两件套就是黑切加十五，打团一直刮。以前很多，就以前提亚马特那个版本，基本都是黑切加个十五，我就在那里刮，我站也站不住，攻击力又低。以前黑切是40攻击力，我记得，然后15是50，是50，我加起来的话就是90攻击力，打都打不动了。我操，队友好狠！黑切改成1%是？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刺客出都轮不到你。没大，操，小看高看他了。以前黑切的老被动很强的，物理伤害加速，就是他只要碰到你，他就加速。现在不行，80攻击力的十五才是最强的。对，我操，那个十五，80攻击力，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只给攻击力吧，他好像不给双抗。对，80的十五。那个时候真的吗？那时候裸出基本没什么问题。80攻击力的十五，买黑切是不怕这个巨魔肉的，基地也快。以前黑切移速高，移攻速快，都不是攻速啊！以前黑切加移速的，黑切加移速不加攻速。摁 A 呀，我应该闪现，我想的是 E 技能把他带过去，这人生给我捆住了。好狠啊，我操，伤害是真的高，那么菜刀队。那我好像可以直接做那个冰刀好了。进食加速，进食他是平 A 加速，黑切是物理伤害加速，全技能杀我。我操，直接断血。你惹他干嘛？给你剪掉了。我操，这可比我厉害多了。这可比什么破壁剑魔厉害多了，伤害也太高了。这
has been slain. ,337 残暴之力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东西了。残暴之力，残暴之力放现在建模应该是低的。不要杀我！还踩夹子。可恶！居然让我踩夹子。想逃，想逃，哼，暗夜利刃，想逃。哎，这个哼想逃是出自哪里的梗？还挺有意思。来追我了，死我了！看来不爱看动画片，怎么不爱看动画片呢？哦，洛洛历险记，哼，想逃，闪电旋风踢，这样子的吗？感觉挺搞笑的。看来主播不爱看动画片，你应该加个 OUO， 这就会显得比较调皮，很调皮。哎，我发现很多东西加个 OUO 就很可爱。吃饭了吗？嗯，就是看起来不够可爱。啊、吃饭了吗 ？OUO， 就看起来就很可爱了，我操！那、表示很关心。如果再加个捏，那就更可爱了。吃饭了吗捏？吃饭了吗捏？菜主播 OUO 是的，这听起来就不像是骂人的。狗主播 OUO， 垃圾主播 OUO， 一看就不是骂人的。灵宝贴贴，好，欧耶！我操，看台主的连招多帅！二火修炼加点的，拉回来直接加，太爽啦！哎，要不以后我就这么出的，我发现，黑切可血，然后布甲鞋再买个反甲，就挺好的。布甲鞋反甲，这后期的抗性居然也能到200。哦，不对，那我买了11，不好意思。后面可以再补个魔抗装，差不多。感觉菜主播不如我捏，好的捏。